大家好，今天用红豆搭配芋头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芋头去皮，去皮后切成小块，这个红豆已经浸泡了4个小时，砂锅里烧开水，放入红豆，大火煮20分钟，煮至红豆开口，时间到，放入芋头，放入几粒冰糖，盖上盖子，露一条缝，继续包半个小时。美味的红豆砂锅芋头汤就包好了，喝起来香甜可口，营养美味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罐头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